大家好，我是 Teacher Rocky。咁我除咗教畫畫之外咧，咁我對雕塑咧都係好有興趣啦，同埋有啲研究噶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次咧第一次嘗試咧，用一個 3D 打印咧，就配合人手個雕塑，希望透過融合其他技術嘅幫助，使到製作嘅過程同埋得出嚟嘅效果更加理想。我哋睇睇出嚟個效果會係點樣？